哦，我也想要让自己修，不用长，哦，慢慢的就是短短的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，对我来讲就是长假了，哦，而且不是在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一直想干的事情。这样子莫名其妙、莫名其妙，我也生存了八年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真的，我也生存了八年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八年，你们陪我经历了很多我人生的故事跟小剧场，我要谢谢你们啊！我也有跟你们讲说我今年的规划跟计划了。哦，我也想要让自己修，不用长，哦，慢慢的就是短短的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，对我来讲就是长假了，哦，而且不是在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一直想干的事情。我这样子莫名其妙、莫名其妙，我也生存了八年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真的，我也生存了八年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八年。你们陪我经历了很多我人生的故事跟小剧场，我要谢谢你们。你们很多人从小看我长大，不离不弃的，好，我未来的每一年，我会继续干大事干大的，好不好？我会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我。虽然每一段时期我都有在蜕变跟成长，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经历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美好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没有嫌弃我是过气的直播主，好，多谢你。